欢迎来到 Officer CK 的恐怖小丑的杀人影片第二集。之前你们看的那一部影片呢是第一集的，如果你们谁有去看了我那个影片的话呢，你们就会知道 Gacy 这一部影片呢是第二集，那我上一集是第一集。 OK， 我已经有把那个影片的那个网址放在最角落右手边的角落上面，你们现在可以去按角落上面那边，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 OK，现在呢，这位 Gacy 呢就要去寻找第四位的女士 ，OK， 第四位的，然后呢，他要去把她给谋杀死，然后再带她的尸体进来这个小丑车子里面，然后再护送她，载她尸体到达那个折磨的地方，再继续折磨她，有可能继续的强奸她之类的，然后再继续的把她的身体分尸，非常残忍。OK， 她现在已经到了。把他的车子给停到这个学校的门口前面，这一次他非常的聪明，我们看他把车慢慢的退后，停到很靠近这个楼梯角落这一边。 OK， 因为等下呢这样子拖那个尸体出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哇，拿出了这个 crowbar， 连裤子都还没有穿就穿这个底裤罢了。 OK， 好，他现在开始执行他的任务了。为什么会有警察来的？哎呦，笑料咯，警察？他搞什么鬼？这么有警察的？我很安静来到这个地点啊，为什么被发现有警察？等一下，我去 ！Oh my god！ 擦尿！Oh my god！ 你别笑，我快点去拿一个镜子。你起来！哎，你不要跟我走！哇，这样重啊你！哇，老爷，很多脂肪哎！哎！小丑，我忍你很久哦，麦格林别出白灯啊，放下武器。你们最好不要搞怪，我一枪打爆他的头，我跟你们讲。哇，老贝，你敢说？你敢说？哎，你们三个人一起讲话，他哪里听到？哎，放下你的武器，我不是可以开玩笑了？开玩笑？我想跟你们开玩笑没？你们再不给我退下，一枪就打爆他的头，我跟你讲。你不要拿他来玩啊。那我不错吗？好像肥。啊！你们这些变态佬，气死啊！喂，跑！你看，我是跟你讲哦，不要出白灯啦！啊！哎，要写报告了，哎。OK， 现在这个情景呢，就是已经通知了这个救护单位呢，还有验尸官都会到达现场。
然后他们会验这些尸体，然后我就现在扮演着这一位警察，然后呢，我们就要去调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凶杀案，啊，为什么有这些小丑，哪里出来的 ？OK， 所以现在呢，这个验尸官已经把这两具尸体带回去进行解剖，然后进行这个研究和调查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出到外面去啊。现在现场的这个学校呢，已经被包围起来了，已经被这个警方封锁起来了，没有人可以进来了。OK， 所以就我们去观看一下，到底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可以找到线索。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驾车进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有看到一辆他的小丑车子，那小丑车子就是这一辆，对吗？啊，对了，就这边。OK， 好，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手电筒，要吗？怕里面有人呢，有吗？有吗？里面有人吗？应该是没有啦哦。看起来好像是没有。OK， 很好，没有。OK， 这样看来应该是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这个手电筒出来了啦。看起来是这么美丽的这个他的小丑。OK， 手电筒来。哇哦，好漂亮的一辆这个小丑的这个 van 车啊！哦，它后面应该要打开一下，来 ，OK， 然后这边，哇，我一刚刚打开的时候呢，我就嗅到了一些那种尸体啊，尸体的味道，还有一些香水味样子后面啊 ，OK， 没有关系，那我上车先，看车上有什么东西 ，OK， 哦。找到了，拿到了，这个是那个工厂的地点来的，我通知这个验这个什么这个拖车服务，哎，不要了，还是我通知这个保险公司过来这里调查这辆车子，他曾经有在哪一个地点啊，这样子 ，OK，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小丑的住的地方啊，还是哪里 ，OK。好，来，我们现在把刚才我们在他车子上找到的那一个资讯呢，在我们的这辆警车里面做个巡查一下，看一下我们可以收到什么东西出来。Let's go。OK， 刚才呢，我已经在这个警察的电脑里面已经搜查了这个地点，我们找到了地点呢，是在这一个地点，也就是叫做 Dutch London Sands 这一个。OK， 我看见什么？地上有血，哦，有血嘞。OK， 那我们下车先。啊，这边也许就是案发现场吗？还是那有跟那小丑有关的？哇，地上还有蟑螂，好多血啊！有点血，这两包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先。这两包垃圾吗？他把垃圾放在这个地方，不可能吗？垃圾为什么没有丢进这个垃圾桶里面 ？OK， 不要紧，我们已经通知了警方，我们慢慢的就进入这个地方 restrict area。OK， 来，里面人？没有人。把门射开，哇，还有血，哇 ，OK， 还有血，哦，这个应该是有关系到了吧，有关系到小丑是吧？哦 ，Oh my God，Holy shit， 好恐怖，这些是已经被分尸了的一些尸体的那些部位耶。这是哪里？很黑的洞，完全看不到，进不去。哇，好黑啊 ！OK。Oh my god， 地上全部都是血。OK。哇，好多血，真的是很多血。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跟那个小丑有关系，真的跟那一位小丑有关系。OK。杀人魔，请求更加多的资源过来这现场。哇。这是够力，四具，有两个人头在这边 ，OK， 两个人头分别应该是女子的头来了，所以呢，看起来应该是
女性来了啦，两女性还是抓了女性，这样我要调查一下刚才那两包袋那个垃圾，我相信应该是有，哎，不见了，还有血 ，OK， 警方进入里面了，还有血在那边呢 ，OK， 不要紧，我看来这个情景应该是他们已经把那两袋垃啊那两袋行李箱垃圾的东西带回去了，对吗？地上还有血的 ，OK， 带回去了。进行解剖 ，OK， 然后我们会去彻查所有一切东西。好，来，我们去调查吧。为什么会有警察来了？